水墨画呢，比较传统的呢，它是都是以挂轴为主的。那么现在，因为地方性的不同，气候的不同，我们一般上现在都是以镜框为主。那么在里面的表现，还是着重在。 里面的表现还是着重在笔墨的精神、功力的操作，所以我这张东西呢，主要呢是描绘一个家族这样一个家庭啊，所以在题字上面有写和乐图，在这两只母鸡和公鸡的对称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鸡我是用白色的来衬它，这个公鸡在后面呢。 它是比较重墨跟肤彩，就是多一点颜色，那么把这张画衬出它的一种温馨、一种舒服的得体的感觉。